男人的成熟不在于年龄，而在于浮华之中依然重爱孤寂，在于对手当前尽显优雅从容，在于够了油腻男，人家喜欢清新的男生，清新就像在福建，我们的茶叶很清新，我们的空气很清新，我们的山水很清新，清新福建，来去游，来旅游吧，来福建好清新。